中国的妈妈刚刚做了中国的晚饭。谢谢，希望能够简简单单的烧几个菜。看起来非常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看起来非常好吃，谢谢。夏季，夏季，夏季。What？ 是我的最喜欢的之一。我记得第一次来中国，妈妈也常常给我做，多吃点。应该多吃点吧。嗯。终于可以在中国吃蔬菜了。慢慢吃起来。大碗慢慢吃，这样跳快，慢慢吃，多吃点。嗯，我吃饭比较快。嗯，就是坏毛病不好。嗯，慢慢吃都是对女儿的吧。好的。嗯，下一次在家里的时候，妈妈又给一件那个短款的衣服，羽绒服给你在家里穿穿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出门的时候再穿长的，在家穿短一点方便一点。因为我们是。妈妈那个有新的呗，没事。这虾子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肯定好吃。妈妈，妈妈做。那你吃了中国的蔬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满意吗？太满意了，这就是我特别想念的，这就是妈妈做的饭。这是妈妈的味道。对。就像你那个鱼，腌上没刺的啊，你小心一点吃就行。好。这是什么鱼？这是鲫鱼吗？不是鲫鱼，这是野生的，叫鳊鱼。哎，我也不会讲，鳊鱼。嗯。我不知道。那我肯定不知道。嗯，你肯定不知道。这个肯定是你很少吃的。嗯。这个虾子妈妈买的好大好大的。对，非常大。如果在白俄罗斯买那就很贵。随便想早饭吃还是晚饭吃，妈妈弄一个阳春面是那样的，这个蘑菇啊肉丝啊一起先把它弄好了之后，把那个面下起来，再把那个菜全部放在里面，那个再才好吃。嗯，永刚也难得吃到妈妈这么做。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回来的时候，妈妈做的那个面，那个是炒面哦，那个是炒面，她就是先把那个面。洋葱面先把它捞起来吃，再把妈妈烧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菜啊，放在里面，一拌就是水水汤汤水水的，不是那个干的，蛮好吃的。觉得我们去南京就有，哪一个叫啥，妈妈也可以可。那个是干的，那个是炒的干的面，这只不同，不一样。等过几天。要是苏珊晚饭饭不吃，妈妈就烧一个鱼汤啊。妈妈在家晚饭也第一次吃饭，妈妈也不吃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也怕长胖。这个晚饭我们步行上街啊，散散步。那个国家的女人都一样，都快胖，会变胖。就是。一会儿妈妈要炫耀了，哎，我的养儿媳妇儿，大家看。哪里妈妈哪里有神经病啊？叫大家看看儿媳妇，儿媳妇不总归是儿媳妇啊！我的妈呀！再好再丑都是自家的儿媳妇，对吧？也不要炫耀。苏珊尝一个妈妈这个烧的这个豆腐，俄罗斯吃不到。甜甜的。3, 2, 1。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？身边有怎样风景？妈妈都高兴了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了。你们要回来的前几天，妈妈已经睡不好觉了。妈妈有点小激动。我们在白俄罗斯的时候，妈妈，我们跟妈妈语音的时候，
听妈妈的这个语气就知道她非常激动。不行吧，不行吧。嗯。妈妈烧起来就是给你们吃的。谢谢啊，好关心我们。应该的。不过看你吃了这么多虾子，应该是很喜欢吃这个，嗯，因为你可能从小没有这样的习惯吃这个。嗯，这边是一边很贵，一边没有那么好吃的，也没有新鲜的。对，我也是妈妈手艺好，烧的好吃。对，还要你还要夸一下自己。